乘积的部分哈、哦，要把它改成多重。那刚刚是在那个 Excel 里面呢，是用三个 if 哈、哦、去做 A B C D 的这个多重。所以哦，未来如果说你要在 Excel 里面，这边有三个，所以四种逻辑的话，就是要三个 if。那可是问题呢，在 VBA 里面呢，那要怎么做哦？首先第一个，当然我们可以利用刚刚的那个。这个原来的乘积的这个VBA 哈、哦，其实来改会比较快。那怎么改哈、哦？首先第一个，把这个程式部分哈、哦，我把它按 Ctrl 键复制一下，改成乘积多重。第二个的话呢哈、哦，因为我这边呢只有两个合格不合格，所以我可以怎么改？一，先把那个六大于等于60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大于等于80。那如果合格的话，输出 A，Enter 一下哈、哦，然后back 到前面去。接下来当然跟着这边应该80的哈、哦、，OK 大于等于80就 A。可是呢，我还有那个 B， 还有 C， 还有 D， 那怎么办呢、哦？特别注意哦，如果说未来哦你遇到的是如果还有第二种情况，那你就直接把什么把这个 if 哈、哦、直接复制一下 ，Ctrl C。跟那个刚刚那个很蛮像的 ，if 里面还有 if， 所以贴到底下来。但是呢，在 VBA 里面哈、哦，这边可以改70，这边改 B， 好 OK， 这个逻辑应该有。但是哈、哦、，VBA 它只允许有一个 if， 它不能有两个 if 啊。如果一个逻辑，所以呢，第二个的话，请你很简单，前面加一个什么，加一个 else 就可以了。else if 就可以、哦、所以第二个逻辑 else if， 那第三个逻辑呢还是一样，把这个嘛 Ctrl C， 然后 enter 一下呢 back 到前面去，贴上，把这边改成60，这边改成 C， 反之的话呢就是 D 了 OK、哦、那以后呢如果你有多种逻辑啊，反正一直 else if 下去就 OK 了哦，在 if 里面好像最多七层，可是这边我不确定呢，我没有，当然没有用到超过七层啊。不过理论上应该好像也没有逻辑判，你又一直筛选，一直筛选，看几种，它就可以一直让你筛选下去哈、哦。就做法上都是一样的。那当然不是说只有 VBA 这样啊，其他语言用起来差不多。啊、哦，不过呢，坊间的书籍里面还会多讲，如果多重的话，它会用一个叫select case。select case 的话也是多重啊，不过我发现哦 ，select case 啊、哦、做也可以用在这里，但是其实变成说你们要多学一个啊，结果都一样 ，select case 啊、哦，所以那时候就很 confused， 奇怪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在那个微软它可以提供两种，那到底有什么优点呢？我都看了一下官方说法，他说 select case 会比这样的叙述啊、哦、多重的筛选的话 ，select case 会比较快。但是快的速度会快多少呢？大概经过测试哈、哦，如果几万笔里面大概快了1%吧。因为现在电脑太快了，所以好像，可是你为了要增加那个百万分之一秒啊、哦，你要多学一个东西叫 select case。所以后来我发现哦，这好像对各位来说哈、哦，不用了，你就学这个就好了，哦，因为大部分说真的会用到 select case 的几率哈、哦。真的是微乎其微啦，我、哦、没有，不是说用不到，像那种什么淘宝啊，有没有？淘宝每一次啊，如果像什么光棍节那时候啊，人数那么多，那差1%，如果每一个人差1%，如果100万个连线就差一秒了，那有没有效？有差，一定会有差。可是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你用这个就好了。OK 啊、哦，大家知道概念，所以有的时候我说真的，你不见得全部都需要把它全部都塞在你的脑袋里面。即便你全部学完了，但是你不知道用哪一个比较好，好、哦，反而好像增加你的那个脑袋的 loading 哦。OK， 好，这个是多重部分，所以执行我们来看一下 OK 哈、哦，执行它，那它这个地方哈、哦，会变成跟旁边是一样的。那这里最后的话，可能有同学说，老师那可不可以我直接输出之后哈、哦，直接帮我自中一下？输出之后呢？自中的话，你当然不是说最后输出之后再手动在这边按个自中，有没有？可是问题啊，你要怎么样手动？你要怎么样让它自中啊？
其实呢，你最后面当然你可以再利用那个我们前面讲过了，就是说你可以用 range 物件。其实 range 物件还蛮好用，刚刚是一某一个储存格，现在是一个范围，比如说我现在是这个范围里面哈，是 H2 到 H7 要帮我置中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慢慢习惯哈，用那个 range 物件。那至于那个 range 物件里面哪一个方法哈，比如你告诉他说刚刚是指 A4， 那你可以用什么 G2 冒号到 G7， 这个叙述的话就是一个范围。这个范围要做什么呢？帮我点哈，置中的话哈，其实呢里面有很多属性嘛，点下去它很多属性。属性的话就是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叫属性，方法就是那个绿色的，那叫方法。啊，其实你只要把这些属性跟方法哈，其实熟悉的话啦，当然不过很多属性跟方法不见得用的，目前不见得派得上用场。不过未来哈，那你可以去查一下，坊间有那种书籍啊，专门是。Excel VBA 里面的函数跟物件的那一些词典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。那如果你不想查那个啦，官方也有，你按 F1 就 Call Help， 它也会跳出说明档。其实在 Excel VBA 里面已经有内建了，只是那个说明档完全是英文翻译过来的，而且翻译的非常烂，你可能从头念完之后你还是不知道它在写什么。但是其实它也是可以参考的，因为后来其实你不用把它整个完完全全去研究它到底语法对不对，你就看它的需要给什么东西啊。那比如说这边的话，我要置中的话就是点什么，点水平的，水平的话英文是 horizontal， 然后呢置中的话呢是 alignment， 有没有？所以这边有个打一个 H， 它会有一个 horizontal 点 alignment， 后面的话呢传一个参数给它，传一个应该是常数哦，常数的话是 XL Center 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 XL Center 怎么来的？其实你也可以按一下这个 Horizontal F1， 它会跳一个说明，里面就告诉你说，你传哪些参数给我，我帮你做什么事情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用录制句集啊。我刚刚讲过啊，你录制句集完了，比如说你置中录制句集，它也会跳出这个参数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。做完之后呢，它会自动帮你置中哦。所以如果你加这一行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范围的置中，所以你多这一行执行，你会发现哈，它会帮你怎么样呢？输出之后呢，也帮你把这个范围做置中，做应该是 H 啦，刚刚选错范围，这个应该是 H2 到 H7，刚刚置中变旁边了哈，这边执行，你会发现输出之后呢，也顺便帮它放在正中央。OK， 好，但是也会有同学说，老师那 H2 到 H7， 可是将来那个7的数字会变动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你就把刚刚那个向下侦测那个，把它取代7取代成向下侦测的那个结果就 OK 了。不过那个写法的话，可能要再串接一下。好，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，就是说那个乘积跟乘积多重。那另外呢，一样制定函数。待会有个制定函数，制定函数做什么？假设你今天VBA 里面你不要让它输出，你是插入函数，插入函数也许可以什么？乘积函数。这个乘积函数呢，一个是乘积函数，一个是乘积多重函数，一样插入函数的时候，它会跟我要乘积，我给它一个乘积，它会合格不合格？返还乘是制定。第二个是返还，不是合格，而是 A B C D。这个我想各位试一下好了，这个逻辑跟前面我们讲过的都差不多。